青春驱动，快乐同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奇艺 iJo 新同事金晨，来爱奇艺和我一起快乐追剧吧。今年月享会的主题是青春驱动，快乐同行，可以分享一个今年的快乐瞬间吗？今年的快乐瞬间就是在工作的每一天，我的狗都一直陪着我。现在可以向爱奇艺提一个愿望或者要求，你会想要什么？可以送我几张年卡追剧吗？一句话安利一下南来北往这部剧吧。这是一部横跨铁路发展40年，聚焦大时代背景下铁路生活的年代大戏，有亲情、爱情、师徒情、邻里守望相助的大院情，欢迎大家一起去感受那个热情昂扬的年代。